今天老公又安排了榴莲啊，这个比平常花的多多，看看咋样。哎呀，把这个放盘里头，饱不饱满？哎呀，有点熟透了，这个榴莲一块儿。然后这怎么有点不会开呢？哎呀，这肉真的挺饱满，有点熟大劲了。两方肉，三方肉，四方肉，五方肉，这么快打了，五方肉，五方没了，开吃。哎呀，渣了，这个榴莲好不好？老板说了，回去吃就知道这榴莲好不好，就是有点大劲了，觉得。哎呀妈，太甜了。老公没话。香不香？臭香臭香的，加冕。家人们，你们那块榴莲都多少钱一斤？打在下面。我这个榴莲花33一斤。哇塞，大劲儿有点。他身上这块吃上瘾了，这回。嗯。为公公养我还百倍。嗯，这玩意咋这么好吃？太好吃了。